肥牛冲撞，印度飞饼，这一波太多细节了。这一波假装大招撞空，然后呢给对面一个错觉可以杀我，把他的二和 W 全交了之后呢，我有个点了，我直接反打，输出完成一波极限反差。你只看到了第二层，而你把我只想成了第一层，实际上我是第五层。